Völkerstreit und Hass untereinander. Er wird gepflegt von ganz bestimmten Interessenten. Es ist eine kleine, wurzellose, internationale Clique. Es sind das die Menschen, die überall und nirgends zu Hause sind, die nirgends einen Boden haben, auf dem sie gewachsen sind. Aber das Volk kann ihnen ja nicht nachfolgen. Wie erklärte, das deutsche Volk hat nur einen Wunsch, nach seiner Person selig werden zu können. Sie sollen diese Ruhe lassen. 1935年，希特勒撕毁凡尔赛条约，开始全国范围内大规模扩军。四年后，希特勒下定决心侵入波兰，彻底引爆第二次世界大战。此时摆在他面前的最大变量是东方的苏联。希特勒无法保证新兴的德意志第三帝国能像20年前一样双线作战，他迫切希望赶在雨季到来前同苏联结盟，扫清闪击波兰的一切障碍。当时的苏联在外交关系上更倾向英美，为了争取到苏联的支持，希特勒决定最大限度让利。1939年8月14日，希特勒下令外交部长里宾特洛夫连夜给德国驻苏大使发了一份急电，要求必须一字不落送读给斯大林。在电文中，希特勒明确表示，只要同意德国闪击波兰，那么整个东欧的势力划分没有什么问题不能按两国满意的方式进行解决。此时的斯大林正在和英法进行谈判，对希特勒的提议不置可否。没有得到回应的希特勒十分焦急，他连连下令里宾特洛夫进行催促。一听德国也在争取苏联，法国总理法拉第强烈要求代表团尽快促成援助波兰的军事协定。斯大林对这一协定毫无异议，慷慨提出自己可以派遣100多个师进行援助，唯一的要求是允许军队进入波兰作战。斯大林希望借助对波兰的援助，趁机向波兰东南完成势力渗透，甚至对这一地区进行兼并。这样的提议在英法看来十分合理，但正主波兰却断然拒绝。波兰独裁者希米格维认为苏联军队无能甚至叫嚣，只要波兰和德国开战，波兰三天就能灭掉德国。希米格维并不知道，因为他的自大，世界地图将再次毫无波兰。趁着波兰拒绝苏联的当口，希特勒派人向苏联商讨苏德互不侵犯条约，同时提出帮助苏联改善和日本的关系，支持苏联在远东进行的一切扩张。这些条件十分诱人，苏联首次同意德国外长前来访问。8月18日，苏德第一阶段的贸易协定签署完成，然而斯大林在签订互不侵犯协议上依旧犹豫不决。8月20日，英法代表再次找到苏联，希望劝说其对波兰进行军事援助，然而波兰独裁者希米格维仍固执己见，坚称自己看不到苏联对战争的作用，并扬言无论什么情况下都不会允许苏联军队进入波兰。被波兰强硬拒绝的同时，希特勒亲自电报斯大林，恳求他在条约上签字。8月23日，随着德国外长开始对苏联的访问，苏德互不侵犯条约正式签订，苏德联手瓜分波兰只是时间问题。1939年9月1日凌晨，德国出动160万大军、2800辆坦克、2000多架飞机，从三个方向向华沙发起进攻，第二次世界大战彻底引爆，希特勒统治下的德国开始了一场短暂的神话。迅猛的闪电攻势将波兰防线彻底撕裂，波兰战斗机还没来得及起飞便全数报废。纳粹德国的铁蹄下，波兰死亡人数高达600多万，在整个二战中排名第三，仅次于苏联和中国。德国装甲兵之父古德里安成功实践了他的闪电战理论。古德里安设想中的闪电战实质上是动员破坏。现代战争，国家机器由和平进入战备少不了动员环节，闪击战的整个思路就是围绕如何在对方尚未动员时动手，如何阻止敌方的后续动员，如何摧毁敌方动员能力展开的。古德里安集中使用坦克突破战线后，立即向纵深发展扩大战果，不断破坏对方的集结点，打击交通枢纽，摧毁物资储存区域，这些都是为了破坏对方的动员能力，阻止对方集结并反击。在先进的战术理念下，二流军事强国波兰毫无还手之力。开战仅四天，波兰三个步兵师骑兵旅便被全数歼灭，面对德军浩荡的钢铁洪流，甚至还有波兰骑兵对阵德国坦克的荒诞传闻。就在德军进攻波兰半个月后，
东线苏联也开始向波兰进军。10月2日，波兰最后一个城市格丁尼亚停止抵抗，苏德正式完成对波兰的瓜分。闪击波兰结束后，希特勒东线的威胁暂时拔除。此时的他将目光转移到西线，在希特勒的不断催促下，德军参谋部制定出黄色方案，打算从比利时向法国发起进攻。希特勒对这一方案并不看好，同时 A 集团军群参谋长曼施坦因也有另外的打算。曼施坦因决定将担任主要突击力量的装甲机群巧妙通过地势险峻，被普遍认为装甲部队无法行军的阿登山区，从而绕过重兵防守的马奇诺防线，直插盟军防守薄弱地带，一举切割英法联盟，迅速灭亡法国。希特勒对这一疯狂的设想大为赞赏，决定采取连割计划，发动对法作战，快速的突进将决定整个战争的成败。希特勒将军队划分为 A、B、C 三个集团军群，一集团军群由古德里安带领，担任主攻，右翼 B 集团军群以28个师的兵力攻打荷兰和比利时，促使盟军误判，吸引其主力进入。同时17个师组成的 C 集团军群将在马奇诺防线展开牵制性佯攻，整场闪电战的核心完全在于欺骗。大量佯攻之下，整个战局陷入德国掌控当中。为了赶在法国察觉前搅乱英法联盟，德国装甲兵团开始全线进速，推进最为迅猛的是德军第7装甲师，在师长隆美尔的带领下，这支部队甚至超出了无线电联系范围，随着三路坦克越过盟军防线，巴黎大门完全暴露。为了阻止盟军从海上撤退，古德里安立即决定向敦刻尔克进军，推进到离敦刻尔克10英里时，古德里安等人踌躇满志，决心一举将盟军围歼在滨海地区。然而司令克莱斯特发来的命令要他们停止前进，这是希特勒亲自下达的命令。他对自己的装甲部队异常迅速的挺进感到不安，担心心爱的装甲部队陷入敌军南北合围。古德里安和莱因哈特只得遵命停在运河一线按兵不动，眼睁睁看着英法比盟军从敦刻尔克上船逃走。1940年5月26日到1940年6月4日，从敦刻尔克先后撤出 32.4 万人，其中法军 8.5 万人，成为日后反攻欧洲大陆的主力。1940年6月14日，随着德军进入巴黎，法国政府随即垮台分裂，本土由贝当元帅建立和平政府，英国则由戴高乐建立流亡政府。6月21日，贝当的维希法国向希特勒提议休战，并将六成土地进行割让。希特勒在西线战场所向披靡，深感寂寞的他将目光转移到了苏联。1941年6月，德国撕毁苏德互不侵犯条约，实行巴巴罗萨计划。同一时期，德国盟友日本将目标锁定在了珍珠港。德国元首希特勒极力避免给美国参加二战的借口。在他的设想中，只要美国不干涉，德国横扫欧洲，征服苏联，最后占领英国的计划是完全能够实现的。为了避免美国参战，希特勒在战争初期便向海军下达绝对命令，禁止在大西洋攻击美国舰队。然而1941年12月7日，随着山本708偷袭珍珠港，希特勒极力避免的情况还是出现了。偷袭珍珠港的消息传出后，英国首相丘吉尔悬着的心终于放下了。敦刻尔克大撤退之后的英国国际地位一落千丈，面对德国的猛烈攻势早已落入下风。这位首相四处游说，却没有一个国家愿意结盟，他最大的愿望就是将美国拉入战争的泥沼。然而丘吉尔用尽九牛二虎之力，也只和美国敲定一份租借法，美国受制于环境，只能提供生活物资，他在1941战争中所给予的帮助可以说是微不足道的。但是在美国正式参战以后，大约四分之一的英国弹药是通过租借而来，租借来的飞机甚至占到英国的四分之一。日本人帮了岌岌可危的英国一个大忙，美国自此完全加入同盟国。在得知消息的当晚，丘吉尔深深感慨一句，我们总算是赢了，然后安然入睡。美国的加入也让苏联彻底解放出来。斯大林清楚日本不再具备对苏联发起全面进攻的可能，他可以把防守日军的兵力全数抽调到西部对付德军进攻。对希特勒来说，美国参战无疑是一个噩耗，他顿时暴跳如雷，在场的人被吓得目瞪口呆，局面前所未有的严苛，他需要头疼的不只是日本的贝茨，还有意大利的墨索里尼。早在1941年初，意大利军队就让元首大为震撼，北非战场22万义军被3万英军打得全线败退，
十个师被全数歼灭，十万人成为战俘。眼看意大利非洲战线即将崩溃，希特勒不得不将德国战神隆美尔调离正面战场。遭到日本轰炸的美军参战第一时间并没有攻击日本，罗斯福决定采取先欧后亚的原则。美军入场前，北非的英军被隆美尔打得节节败退，然而得到美国援助，局势瞬间逆转。随着美军在北非登陆，希特勒正式陷入两面作战的艰难境地，同时东线恶劣的天气也极大阻碍了德军步伐，帝国的毁灭已无可避免。